你好。你好吗？我很好，你呢？啊，我也很好。我要告诉你一件事。啊，很有意思，什么事？我认识了一个漂亮姑娘，她要弄我的女朋友。我知道，你想一间房子，你要一间有厨房和厕所，的房子吗？是，可是不能太贵。很好，明天我们去厨房工作。我很忙，我不去租房公司。是啊，你应该打个电话。我愿意打电话。喂，这是贾梅。喂，我叫 Alex。我可以帮助你吗？我要租房子跟一间厨房和厕所。我这要租房子，很好。房子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是啊，就是没有八百吧。我想看看房子。好，明天看好。明天很好。再见。再见。